哇塞，再见又要来了，我们又要去厕所吃东西了。谁叫你在厕所吃的？不要用我们了哦。哦，原来不用在厕所吃东西的。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我们其他种族在斋戒月不化身的时候呢，什么可以做，可什么不可以做，性欲也不能有。如果你发射，算是哈让。不可能会发生那种啊！但是我发射哎、欸、啊，那种很欠打。你看到美女过哇哇，那种爽啊，扣十分哦。看美女看一眼 OK， 看第二眼这个就是算是欲望了。Really？ 等一下 ，husband and wife 是不能行房的吗？哦，行房是哦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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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哎呦，不能这样。哎呦。嗨，大家好，我是 CCY。嗨，我是 Faiz。嗨，我是渣渣。耶，欢迎。Faiz 很面熟了，但是 Zaza 第一次大家看到，欢迎。哎，我跟你讲 ，Zaza 的中文可是很厉害的，应该是很厉害。因为他是读中，然后已经学中文学了几年了，到高三。从应该是从出生，因为我的家庭都是在家讲中文的，因为我全家都是读读中的，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会讲华语。虽然我是真的是马来人，真的是马来人啊 ，pure 马来人。可是我从小就，我可以讲马来人跟中文是我的 first language， 我不懂他们哪一个是我的 first language，、oh. 他们两个是不比上下。今天为什么请你们两个来了？因为我们要一起来 discuss 一下不化身的时候呢，什么东西我们到底是可以做，可不可以做的？这个就是没有一个对跟错的答案， okay. 所以就是你们就直接讲你们的 opinion 就好了。OK OK OK 啊，不化身来的时候，我不确定印度人啊，把华人是蛮开心的。OK， 因为我们 Friday 就可以早点下课。哦、oh, right, right. 欸，我不是懂，因为我不是 SM 哦、oh, 因为你读中的。哦、oh, ，对，我都知道。所以没有差嘛，读中。没有差，我们有几年是，华师还在那边办运动会。哎呀，哇，其实我不是很懂啦，很了解、啊、哦，读中是这样子。But then 最重要的是，马来人是会进入不化身的这个慢嘛。所以我先问你们第一个问题哦，在不化身的时候、哦、我们真的要把桌上的水壶躲起来，不要给你们看到吗？不需要。还好啦，不需要。我觉得到中学啊，我觉得不需要。可能小学的时候我还会介意一下，为什么还没有把它躲起来？可是到中学我就觉得还好啦，没有什么东西啦。哦，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教导这个东西的，是哎。马来人哦，不化身的时候不能吃不能喝，所以尽量不要给他们看到任何 food and drink。所以这个东西会让我们在那一慢的时候，其实会有点紧张，就是可能水壶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这样子，就是不首先第一不会出现，第二我们要喝水的时候我们会来躲起来啊。所以我的 question is， 这些动作是 necessary 的吗？你觉得？我是觉得不需要。你在中学的时候，你都是读中嘛，代表你的可能 90% 都是不是 Malay， 99% 都不是 Malay， 99% sorry， 加99% 给你。因为只有我一个马来人，他们不会做这个动作，他们就很正常，就是正常的一天。想要融入华人的话，就要跟着他们的生活这样子。那你觉得，就是好像你说的水罐啊，是食物躲起来转身吃啊？其实是不需要的。其实我身边朋友华人啊、那种华人的朋友，我问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动作，他们说是 as a respect。啊， respect 是好，可是其实你们不用特地要喝水都要躲在桌子下面啊，什么不需要，我们都 OK 的。这个不化身呢，我们都是在马来传统里面从小都开始学，对不对？不可能因为一杯奶茶都好，一杯矿泉水都好，阿拉妈，我突然又不搞不化身，那个就是你自己的 problem 了。所以就是你们不化身的时候，所有其他种族就 be yourself 吗？ Yeah， be yourself， correct。不用介意的，我们是不太会介意的，我们也不会跟爸爸妈妈讲，不会。妈妈，刚才是谁说的？谁说的？不会啦，不会啦。应该是因为在我面前喝水去骂他。不会。But 这个是你们的想法 ，Is it 全部Malay都这样子想？我觉得只要成熟都会这样子想啦。这个以我的角度来讲出来啦，我身边不管是 family 亲戚都好，如果他们参其他种族的话，也是很 OK 的。可是。我们在这个21年代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还是会看到一些 Facebook 啊，是什么的好。为什么你们要这样？这些是可能比较 narrow minded 的人、是小部分的人、啊，很小部分，一定会有的，我相信。
我就好奇你们在博士的期间看到其他种族的人可以吃可以喝，你们是会 jealous 的吗？我是觉得不会啦，因为这个是我们种族需要做的。很像你们华人也是需要有一些特殊天需要吃素，你们会对我们吃醋，我觉得什么？我老实讲说，小时候想啊，他妈这么可以吃这样好料，然后小时候了，小时候了，然后你啊慢慢到六年级的时候，五六年级的时候到中学，哎呀吃咯，你们吃咯，我一个月不能吃这样，可能等一下七点多不搞八点，我们去吃吃比你们更好料。就是 back to 一开始的 topic， 我想问这一个比较，比较 sensitive 的一个问题。OK， 可以，可以，我想问一下。所以博士的时候，华人真的要去厕所吃东西吗？如果你们answer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干杯好了。yeah! 我们这个没有业配啦，没有 sponsor， but then 如果我们可以一起可以做业配的话，你们可以来 contact 我们 ，OK？ 我们的来宾都很会推荐东西的。现在呢是White Peach Oolong Milk Tea， 它的味道呢够浓。够香，够好喝。你喝第一杯，还要喝第二杯。百王茶姬喝了可以做我自己。霸王茶姬。OK， back to 的这个问题，因为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该校校长命令校内的非穆斯林学生在斋戒月到学校里的一间浴室去用餐。因为这个 incident 很印象深刻。真的需要就是厕所吃东西吗？我是觉得很没有道理啊，很没有道理啊，是我觉得要 respect 的话，可能去跟地那是一个角落，在房间，类似这样。如果这样，我还能了解，没了解，你要去厕所吃好心啦，我看你一年要洗一次厕所都不要啊，还要去厕所吃，对不对？对，我们马来人在班上可能做功课啊，读书，然后华人自己去食堂，我觉得这样子啦，没有叫你们去厕所，应该很不 make sense 啊，没有道理。在你们博士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那么的紧张的一件事情，对的。对，我们很 enjoy， 其实很 enjoy，真的真的。我可以问一下，因为有些好像可能我们身边的 non-Muslim 朋友，不管是印度人、华人卡达山啊那种一般的人，他们说你们不会饿咩？你们不会口渴吗？这样啊，我这样每次讲可以吞口水吧？对不对 ？I'm just gonna ask， 我会问。当然是可以吞啦。你一出生讲 OK， 你要播上12个小时，五点到七点，当然是不能。因为我看每个家庭的教育可能不一样，像我呢，我家庭叫我小时候播上呢，可能五六岁的时候，你maybe 半天哦，可能到12点，可能喝一杯水，可能到3、4点才慢慢吃，就慢慢的培养那个习惯。对，我也是这样子。我们女生是讲到很像来月经过后是需要复利去在来月经之前呢，我家人是给我慢慢尽量自己 adjust 自己的时间，自己 adjust 自己的能力，到来月经过后就一定要咯，就复啦。Yes。这样男生有一个几岁一定要复吗？梦怡。梦怡哦。好像我们女生长大是我们的来月经嘛，对，男生就是等梦遗的时候，阿基巴勒，阿基巴勒。像女生月经的时候，听说是不是可以不刮色？对，还要补。对，还要补啊，就是等到下一个的刮色之间去补。所以我们是有一年时间去补啦，11个月时间。OK， 我以为是 after Raya 的时候你要补。Oh my god， 所有人都在闪。Celebrate Raya， OK， 等一下我还不可以，我要补。我们 Raya 第一天是不可以发射，一定要 celebrate 的。如果你发射在第一天是算是 haram。因为有些他们是从第二天啊，要来很多，他们叫做波山南。啊，波山南。波山南，which is就是我们如华人先我们讲初二了，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初七，这一天呢，他们是会去波山的，我们叫做波山南。只是你做 extra 这个 extra 就好像你做工啊，做三次啦，三次一点好事。OK， 不，这个是就自己的 choices 啊。当然，它不是 compulsory 的，它不是 compulsory 的。那你们有 try 过吗？哪壶不开提哪壶。干杯！干杯！你看我这拿来喝。
但是我来想问一下，在巴塞的那一个比热的时候呢，你们的生活会变得怎么样？ For 我的 family 呢，因为我们是尽量来最靠近要巴塞的时间，就是 around maybe 5:30 and above， 可能我们四点多就会起床了。不一定要吃很多，看你毕竟有些人要吃饭，有些人四五点还是可以吃饭的。我呢，可能喝一杯牛奶，吃一点甜点，还有那个库玛叫什么？红枣类的 ，yes yes， 是那个 date， 可能香蕉一些，你知道可以给你一些 protein， 一些 energy。可能我五点起床就慢慢来爬一下，苏波 after 苏波去冲个凉就去做工哦。如果是 off day 的话，给我的话我会特别，可能maybe 两三天就吃个沙喉。啊，去吃一点睡觉，看看个人他们怎么样去 adjust 那个时间。哦，嗯，你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吗？就不是，因为我都读中嘛。然后而且我的家跟我的学校是很远的，我每次去学校是5:30就起来了。哇！所以这个当做我的早餐，我大概4:30就吃了嘛。然后4:30吃过后，我就冲凉，准备到巴士。去学校了，放学过后大概3:40，就妈妈就煮了，煮，我们就开斋过后就吃了。我刚刚以为说，因为巴士会不吃东西很久，所以我想象到以为是一早起来的时候，半夜，有这样子吗？吃之前我是我们是讲欲望很高，什么都要吃，等一下我要拿这个一点，然后吃哇好饱啊。所以我是劝告大家，如果你们是想要尝试去巴士，你们不要看到你们饿就拿什么都买，你们买一点点。哦，所以巴士这个东西就是来欲望了，是欲望，这是巴士最重要的一个人因了。Yes， 这样我问哦，如果 as 你的 job Malay chef 在巴士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还是要来。它有到里面，好像我们是可以尝，我们不可以吃，舌尾这样子里，好像不可以吞到我们里面。哦，是有这样的讲法，有。巴士的期间有 Bazaar Ramadan， 如果不是马来人去 Bazaar Ramadan 买食物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偷偷带回家吃，还是不能在那个场合吃吗？我是觉得 Bazaar Ramadan 是一个 public 的地方。Yes. 我觉得而且是很多人，太多人的地方，太挤来挤去，你们可能带车上，到车上会比较好啊。Yes。这个是很常见的地方啊，当然如果说你要吃的话，在那个 pub 要吃当然没问题，因为你是 non Muslim， 就是说那个时候你可能要定 rationally 的，先你讲啊，有啊，也是理性，你要吃 is okay， but 可能以我 as a non Muslim， 我想起哎呀，四周围全部都是 Malay， 因为我不能很光明正大，我是当年，而且补充一下，你们去巴塞罗那已经是6-7点了，我们是已经到最弱的，最累的，可是当然，我看有时候我带我的 non Muslim 朋友，他们不会去吃，他们会拿可能霸王茶姬，还去那边可能喝一口，这个 OK 啦，OK 啦，喝一小口 OK 啦。好，这样子我来小小总结一下。各位朋友们，3点以后要再注意多一点，因为会越来越累。早上9点的话呢，他们还很饱，还很有力，还有 energy， 有 energy。OK， 那只问你们哦，你们会很在意，如果在巴士的时候，Indian or Chinese 问你们说，哎，你们会饿吗？你们会渴吗？会啊，每一年都会有人问。我会这样子，不好意思，巴士啊，有了，这种呢是那种很，不好意思，巴士要一点嘛，有的，是不来好朋友才会这样子吧？对啦，我不是这一。一年不啊，巴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做工嘛，读书的时候啦，是做那种摆摊嘛，珍珠奶茶店，这个是real story， 他在我面前吃巴古丹。真的，讲遭吃了，遭吃啊，而且那个是巴沙曼，他直接是，阿拉妈，还是他已经开那个。北京街他就看，就看着我，他就那种，他就横气啊，老妈，我讲你吃啦，我讲吃啊，他就特地转身一点，我讲你吃，问你们怎样照吃啦，那你们怎样啊 ？OK， 但是我问一个哦，就是你们会不会在博士期间不会想要聊天聊那么多？会有吗？会吗？要省一点口水。我觉得那段期间呢，我们的年纪会比较 low 一点，可能没有像我的单那么 hyper。Yeah， 我们一个月啦，一个月我们回来啊。你们回来啊，就讲很多话、啊。这样子讲可以讲，但是工作的时候啊，假设我是老板，然后你那时候不好色， okay。 你会摸来要我们，我要体谅你们，我要让你们做的比较少，需要这样子吗？还是你们觉得 please
treat me as normal， 我真的 OK 了，我可以继续做事。你们觉得呢？如果你 treat 我 as normal 也是可以，可是如果你能体谅我，意思我能。对我来讲是这样子，你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这样。不需要拿巴萨作为一个借口。哎呀，我不能干这个啦，我不能那个啦。而且巴萨的想法，是让我们去体验穷人的辛苦，去让我们控制我们的欲望，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巴萨的这个原因，我们去少做一点东西。不可能会发生那种但是我巴萨怎么欠打？我想问一下，因为巴士这东西是不是不能有任何的欲望？as in 吃是个欲望，所以娱乐是个欲望吗？ as in 我在巴士的那一个 month weekend 我不能去上面的 lagoon 吗？应该是会照常吧，只是可能你巴士的时间不可能去上面的 lagoon 玩水的嘛。我会吞到水，我们还是会有 family 啊，可能会去海边啊，我们可能会在海边 book a bus， 也有这样子，有可能去 picnic， 一边 book a bus 一边看夕阳，一边吃也是可以的。我们会选择性活动。如果假设啊，今天 non Muslim 的人想要来 try to experience bus， 这是一个 disrespect 的事情吗？不会，我们很 welcome open arm， 不吃不喝一整天。我们来体验马来人的 bus 啊。来呀，谁怕谁呀？有花色都可以好好的打球，好爽哦！掉了，等等是什么东西啊？最后你会不会有欲望？你说学习的欲望吗？好可，加油加油 ，We can do it， OK。很像我啦，我也是想要这样子一个星期吃素，华人是有吃素，可能有一天我可能会这样子想吃素。哎，讲到吃素九王爷，我是从槟城的，然后槟城讲到九王爷的时候是很大的一个 celebration 的，所以到处都是你可以吃到素。那个时候因为我身边我们读 college 嘛，住宿舍全部都是华人朋友，99% 都是 Chinese。所以我的早餐、我的午餐、我的晚餐都是吃素。然后我家人也是，他们说 OK。但是我问了、另外一个是，你们在巴士的时候是不是不可以睡觉？很口渴，虽然我直接睡啊，睡得不够巴士就可以啊。我懂他讲。有有有有。Macro 这样讲 Macro 啊。干。Macro 没有怀疑，不懂。Macro 是什么？kita ada wajib harus macro haram。当做我们上数学课啊，OK， 100分，你看到没你过，男生男的没你过，哇那种爽啊，扣10分然后手痒什么不能打鼾，男生他们要解决自己呀、OK， 那个算是海拉苗的，那个算是 battle， battle 不是啊 battle。哇，那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看美女是减十分，不是啊，类似的，类似啊，类似啊。看美女看一眼 OK， 看第二眼这个就是算是欲望了。巴萨呢，我们不能找借口 OK， 我7点不搞巴萨，我放工是4点到7点我要睡觉。与其是巴萨先 for Muslim， 你要 go through 你的。Day as usual， 不是说你巴萨了 ，OK 啦，就可以偷懒。我可以偷懒了，没有没有，你要 go through 就是 as a normal 才真正的去了解，可以感受到那些less fortunate 的人。Yes， OK。当然，我们这给的比喻呢，我们给的 example 不是完完全全是 as a, 这个就是那个咯，我们是让。跟大家更了解，了解没有，从来没有写过来。第三个看零雷不能看第二次，也没有这样子讲。没有。Oh my god， 所以。男生自己去蹲了，这个是一个哈拉。巴达巴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想问巴达巴是什么意思？就说 zero， 早上你吃素，然后你突然间吃肉，就算是什么？就那一天就没有算了、就是这样子咯。可是这个巴达巴是因为你做那个东西，像是真的很不好哎。巴是一个很单纯、很俗气、很pure。很单纯的东西，你突然间说这个真的是很，尤其是男生啦。那这个是不过巴士之后，可以吗？可以啊，不过巴士。哎，等一下，其实讲真的啦，马来人自己做也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对，不是说可以。OK， 就是这件事情不是巴士不巴士，本来这件事情是不是很鼓励啊，不是很鼓励。对 ，It's not good 啊 ，in Islam。OK。我在 IG 的很多人也有问我一些他们想知道的呀 ，CCY 的 IG 朋友哈，但是他们有问一个问题，就是老人家有到几岁开始可以不用刮痧吗？会有这样子的讲法吗？没有吧？像我阿妈已经是80多，还是刮痧啊？可是当然。
就好像这样子啊，他说看你本事自己，你本事知道你自己的能力去到哪里，也是会有阿公阿妈可能是比较脸要起床也没有力，可是他们有些还有些也要硬硬也要搏杀的，因为已经搏杀习惯了，习惯了啊，除非你真是可能24/7靠 dialysis 啊药啊那个就不一样啦。嗯，你们知道马来西亚有一个艺人Dr. Sun Min Si，他每一年都是有搏杀的，他是华人来的哦，他说很喜欢看我们这个搏杀，因为他说搏杀趁机会让他瘦身等等，就是 for 他的身体健康。因为有些他们的概念，你们一个月没有吃，突然吃，你不怕变肥什么咩？其实真正如果跟着搏杀的，我们叫华人叫 law， 你吃不能哦吃，你不搞搏杀要吃一点点，就是要你要调整回你的整个人。哦，所以在搏杀的时候是会变瘦的，是会变瘦，是会变瘦。这个就是你的意念，我要 body right， 我成 S size。哦，第二天就变 M 了。有一个问题啊，我一直不敢问。Oh my god， 可以。OK， 喝一口先，喝一口。来 ，OK， 三二一起，耶、yeah! ！霸王茶姬，这个也是一个 IG 的人问的啦。OK， 不是我问啊，是 IG 的朋友问的。问的，是在寡室的时候，husband and wife 是不能行房的吗？哦，行房是哦，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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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lright，OK。哎呦，不能这样。哎呦！哈尼哈尼哈尼哥！听说是不能有欲望，性欲也不能有 ，Is it true？ 可以，阿德不搞不少。Yes. Oh, mm. Already, really.、Mm. That's why， 好像有时候我们，如果你们有 follow 一些马来 media 都好啊，媒体，他们在 make jokes about this newlywed couple 啊，刚结婚什么，哇，等不搞不上就可以什么，哦，是哦是哦，啊对。会这样子讲了，就是你们不够博士就会这样啊，就你让他们先看一下啊，你要答案一下那几个小时，不只是答案次，当然也要答案其他东西。But just make like a joke 啦、make a joke 啦、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是也是网友问的，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巴哈拉，什么是巴哈拉？巴哈勒是刚刚你们讲的东西是什么？ Okay, 我们有巴哈勒跟罗瑟。嗯哼。巴哈勒 is good right side， 罗瑟 is left side。巴哈勒可以让我们上天堂的。OK， 你做很多巴哈勒可以上 sugar 三世嘛，这个叫做三世 sugar， yeah， 上天堂 yeah。 就是因为有人问说，我巴哈勒一个月可以得到多少巴哈勒，是有这样子的讲法吗？是有这样子吗？这个不是你积分数。我没有讲什么，我巴哈勒100次我就可以上天堂，没有这样子讲啊，没有。It's a compulsory， 你要做，你没有做，你是 As a Muslim， it's not good， yes， it's not good。OK， 这个是台湾朋友问的哦，台湾朋友问说在巴哈勒的期间，是不是会 extra 互相帮助彼此啊？喂，当然不是巴哈勒，我是鼓励大家，不一定是在巴哈勒时候才做三次，互相帮忙，365天，从你出生到你离开这个世界都要做好事，可以做三次。当然巴哈勒的时候是人家说是巴哈勒马来语给他翻译乌拉耶穆列 ，yes， a very holy month of Ramadan， so 纯洁的一个月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会来more bless to each other 这样子、啊，对，就是那个时候你就看不了巴哈勒很多人去那种孤儿院啊、老人院啊，算是很像如果。这个只是一个 example 啦，在普通天你做三次10分，如果在波浪巴士可能做三次100分。哇！啊 ！Example，example，example。我相信人家会问你们怎么样知道你们是拿几分？其实我们积分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是我们的那个 bonus 呢是会 extra 的，是会啊、比较多。你们有人是不是有个 app？ 我希望有咯，所以有一些比较阿练的马人，他们很期待波浪巴士，是因为可以这样子可以加我们的巴哈勒。What the hell？ 问题是这个，有人问，巴士的时候是不是不可以放屁？像你们吃素的时候是不是不可以吃大便？不然你要等到7点，那你的脸黑青啊！哎呦，终于7点半了啊！巴士了，很感谢你们今天有解释那么多关于巴哈勒的这个东西，我刚刚是长了很多知识 ，OK， 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是学到非常非常多 ，All right，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在巴哈勒的期间可以 respect 彼此，Selamat Hari Raya， Selamat berpuasa dan Selamat Hari Raya Aidilfitri maaf zahir dan batin， 还有如果对于有什么活动 event 要找主持人的话，拜拜。
By the way， 我要感谢 CCY 部分，其实我有几个活动我主持都是因为他们从 CCY video 看到 approach 我的。Oh my god！ 而且有很多网友在底下留言讲，你就是那个夜间风。Owen， 如果你有看的话，我很期待，如果有一天可以把你坐在这里，然后夜间风坐在这里。建峰哥，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小弟的频道来一起来拍一下这个节目。大家，你追踪Zaza的 IG， 如果你的 IG 破2000追踪，Zaza都马上。OK 啊，3000。哦，你讲的，3000 follower 我就跟。CCY 大哥带我飞，好了，那就麻烦大家了，就靠大家去追踪他们两个了。那大家记得去订阅频道，好不好？先这样子，拜拜，拜拜。